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你们介绍的是 CRV 4.5 代升级我们的无线科技 A36 安卓环境机。那你现在听到的是它的无广告背景音乐。那我现在来介绍声控的部分，打开360，打开后视。那我现在是坐在后面这一排，然后再使用声控的部分。那它声控部分的话，也都是辨识度蛮清楚的。打开左视，打开右视。好，那像切方向灯的话，也会有触发环境。好，切方向灯。好，那像它切方向灯的话，就都也会切换环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它后面的部分哦。好，那像这位大哥的话呢，他就是有两台头枕的部分。好，那我前面在看什么呢？我后面就一样会看什么。关闭360，好，打开导航。好，他都会做同步的动作。打开本地音乐。打开360。好，那我现在请大哥帮我切到 YouTube 的画面哦。对，应用。好，然后帮我放一首歌。好，再点一下。好，然后音量，好，这样。那在这样的同时，我也可以用声控的部分说下一首，下一首。那我也可以用增大音量，好，用声控的部分去控制它，减少音量，打开360。好，那你看360的同时，不会因为就是你打开然后它的音乐就停止哦。好，